谢谢谢谢，可以了可以了。因为刚刚是有糖的绿茶跟无糖的绿茶 mix 在一起，所以要摇一下。哦，好哦，很会摇哈、哦。懒懒很会摇。你们没得，一是有黑，小木哎阿妈咖黑，糯米，下去菜，几口阿爸几口羹。大家好，我是蓝心雨，我们今天来到了宜兰青光夜市。听说这边有一阵子在休息，然后最近又重新开幕了，没错。然后听说这边有一些蛮好吃的小东西，蛮不丢。对，然后因为我之前也是看人家介绍，然后自己没有实际来吃过，毕竟我这个夜市小公主。应该来吃一下吧，人家说宜兰是我们台北的好邻居。干嘛啊，小屁啊？现在自 AKA 自称夜市小公主的？没有啊，不然你又要讲什么王龟哦？我没有讲哦，是你自己理的哦。那今天我们的夜市，你有想干嘛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平常我们都在厮杀嘛，对不对？嗯。但我觉得我们这次先不要厮杀，我们今天来做个你的挑战。啊？挑战，因为其实有观众一直在下面留言说，你的台语非常的地道，非常的厉害。不如我们今天这集夜市，你就用台语怎么样来跟店家买食物？你觉得如何？不然你现在先跟我讲个两句，来，假装我现在是卖肉夹馍的店家。哎，小姐需要什么？好嘿嘿，结婚，卖起酒，卖起酒是什么东西？老板怎么讲？青椒吗？我还真不知道青椒怎么讲。干嘛？那你又知道它不叫青椒？香蕉不是就青椒吗？哎、欸，对啊。啊，青椒不是青椒吗？那红椒嘞？红椒。甜椒嘞？地椒。对吧？那 OK 吧？这个台语挑战应该对你来说不难吧？好啦，应该可以吧？那我应该不用整集讲台语吧？不用整集讲啊。哦。对啊，买的时候讲就好了。那还不简单？好给 J 结婚，哇 J。哦，好哦，很简单啊，三句话而已。啊，没关系啊，反正我拍过这么多次夜市，你也知道有些老板的时候会搭讪你，你也要用台语回答哦。你说点餐，你没有说要回答老板。OK， 好。你刚刚说点餐，你没有说回答老板。挑战开始。来跟各位说一下，这个夜市呢，一周只有开一天，礼拜三。没错，其余时间不开，而且看起来蛮长一条的。真的吗？这是头吗？这不是，我们好像直接从中间插进来了。那为什么我们不要从头？因为我直接来停车场这边。那我们从头去？我觉得我们先往，我也不知道，你等一下看一下哪边比较短，我们再往哪边。毕竟你比较喜欢长的，我知道。哎、欸，看哪里了？旁边的草。六点到十一点晚上，然后我们现在来的时间是快六点了。哎、欸，这边有肉夹馍。我不要。直接跳过，它有青椒是不是？对。哦。我现在对肉夹馍没有好印象。哎、欸，这里有那个、欸、榴莲冰沙哎、欸。这个我就知道你有兴趣，我刚刚已经闻到味道了，榴莲果肉冰沙，超香，一来就先物色到你最爱的东西。我是怎样，好香哦、欸、重点是你刚刚没有用台语失误哦，犯规、啊、你也没有提醒我啊，我现在提醒你下一件开始。那我用台语介绍，好好来，来一共几杯弄蠢胖来得慢慢的锅巴，啊，锅巴，锅巴，果肉，嘿，哦，有诶加着很颈椎，妈妈，很多的肉，嘿，哦，好哦，钙糖 ，body 棒 ，body， 好了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小米甜甜圈，炸的好可爱哦，小米甜甜圈跟一般的甜甜圈差在哪？老板在那边，我看起来像老板吗？老板，小米甜甜圈跟一般的甜甜圈差在哪？然后我们是用结合台湾原住民的糯小米，哦，用加入这个原料去做，那它吃起来会比较 Q。哦。哪有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这好像比较好吃。你说比起一般的甜甜圈吗？嗯，因为一般甜甜圈，第一个我可能不喜欢吃那么甜，它没有那么甜。然后第二个它真的比较 Q。我自己觉得有点像 Mr. Donut 的那个波奇 QQ 的感觉，还不错，来试试看。嗯，是不是很像波奇？是波奇啊。对嘛？对、啊。然后很 Q， 蛮好吃的。我跟你讲，我前几天我遇到了一个粉丝，然后他跟我说，我介绍东西的方式讲
讲得很平民，很平民，就是大家会听得懂我在讲什么的。我突然有点自豪。像二三五，我都帮我前面拿，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。然后还有一份大灯虾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样三三五。请问在秋阿虾？老板好帅哦。有发现有一些好像看起来也不错哎，我们点一些旁边的好不好？如果这间开在台北，我一定天天为了这个老板来。你是痴汉是不是？为什么是汉？啊，你是男的、啊。但是有大胸肌。然后他这些卖的东西蛮特别的，牛肉里面还有包水梨，然后包苹果，也包凤梨，这是我平常在其他的夜市比较少看到的。然后特别的是，它有一个里面是包牛肉，里面加是叫什么水莲，我觉得应该蛮增加口感，有点期待它炒完。对，来等一下吧。哎呦，等到啦，先来吃虾，看起来就很好吃，它已经帮你去头了。我记得懒人虾好像就是软壳虾一种，软壳虾，对不对？很好吃啊，它比那个什么逢甲的还好吃。逢甲也有这个？有，逢甲的比较壳比较硬，然后它这真的是很脆。总共几只啊？小份的，好六只，蛮多的，六只五十块，嗯，还可以，蛮多的。现在吃个清爽的节瓜，节瓜很考验它的酱好不好吃。我有看他老板那边刷那个一桶酱，来，然后再下去烤。提早过中秋节。我最近很想吃烤肉哎，好吃哎！它第一个，它节瓜本身就很甜，然后再来是它的酱完全一点都不咸哎，它这等级是可以去开居酒屋的那一种哎。你讲到一个重点了，来你看，居酒屋的口味，路边摊的奢侈。哦，真的哎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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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啊，很像啊。嗯，它是居酒屋的口味，对，它是加水莲的牛肉。哦，更好吃。对吧？作为爆汁。增加口感，然后为什么像居酒屋，是因为它的肉有一定的品质，有一些肉我们在外面吃，它的牛肉已经没有牛肉味了。哦，好吃。嗯，对啊，这间不错。看这个很适合怎样，你知道吗？很适合一瓶啤酒。来，给你拍。有，还可以，但我比较喜欢刚刚的水莲。可以，我们去下一摊吧。哦，因为我买了一杯饮料。老板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可以了可以了。因为刚刚是有糖的绿茶跟无糖的绿茶 mix 在一起，所以要咬一下。哦，好哦，很会咬哈、哦。懒懒很会咬。前面有一个扛棒，你有看到吗？有啊，骗人，烂鸡鸡一律100元。你烂鸡鸡吗？啊，我没有。这是卖什么的？哦，杂货 是？对，杂货。这只要买它光上100块。安帕，哎，跳了跳。阿妈可以看。哎，鸭肉油饭，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，好香哦。老板，所以你今天直接忽视指令呢？无啦无啦，我跟你讲哦，我今啊没得，一是有黑，小木，阿妈加黑，糯米。去菜，几块阿爸几块分？黑酱五啊，黑酱五几点点咸？我们这次来清宫呢，基本上我们是没有查说有什么好吃的，只有大概知道有几间有名的。这一口吃哎，好吃吗？第一夹分酒后，淡淡再夹嘛。哦，很香耶。再烫，一嘟嘟。比亚五黑底叉叉黑马油啊，你假的，妈妈，好难哦！那根本就不是肉，那加的香啊！是哦，我看不哎，你比较辣，西瓜比较辣。安内你假的，这里还有，毛你假黑五黑。有，刚刚那个有沾到。哦 ，J 比较大口，拜托啦！你不要做这种事情，拜托。
病啊！不乖啦！拜托！我觉得挺好吃的，整体是蛮好吃的。那以分来，味道有就浓啊。真哥，我商量一件事情，他到时候回去审片的时候啊，我那个字幕上不了的地方，你再自己过来听一下啊。台湾好几家？啊？好几家？好几家是什么？下一家。好几间啊？好几间。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。今日老板战力零，有够废，有够弱。他跟我说，他其实已经有点饱，他快吃不下了。哎，这一间我告诉你，这一间超有名的，大家看一下。哇，就是这个大排长龙排到后面停车场的挂包。我跟你讲啊，不瞒您说啦，上次产刊的时候我先来吃过了，我排了一个多小时，我觉得今天这个阵仗就先不排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上次产刊的时候我也在啦。好巧哦，我不知道你那个影片还没有留着啦，如果你还留着的话，那你就补上去。我们今天就先不吃了，因为我有点想吃沙茶鱿鱼哦。这青蛙长头发，好可爱。你是不是我帮你来做一集企划，你来体验一次当一天夜市蛙？我最近大家都说我太瘦了。有一点。所以我在穿那个的话，我会更瘦。不如，要不要穿一下？我就知道。好了，拿到了。立马现吃。我以为它这个鱿鱼是那个很硬的那一种，它是猪的。这个很适合开瓶的，没错。我现在应该逛一半了吧？我觉得我已经饱了耶。完蛋了！哇，好撑哦，这条也太长了吧？然后听说这边有一个很有名的排骨酥。骨酥哦，就是那种可以买回家，然后配啤酒的那种。对啊，说十块那十满，马上就遇到排骨酥了。对，然后它有两间，好像两个都是它的。对，它只是两个车子在炸的感觉。对，就两间。汤拔。汤拔。汤拔的台语怎么讲？空吧。空吧，空空。怎么样？好吃的咸酥猪。比起那个呢，中立吗？中立那一家。两个不能比。哦，不狂混合。对。我们上次去中立吃的时候，它比较硬，而且是皮薄，然后比较 Q， 我觉得这还不错。为什么有名？可是好香哦，大推耶！我觉得这应该买个大份哎，好吃的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真的不错吃，好吃哎。大推，这间可以哦，大家可以来。都被小动物吸引过来的女人，你不要戳人家龟头了。放下来啊，哎。他是玩那个旁边这个丢进去的话，你就可以拿到。玩一起看看呢、啊，玩好玩的。怕我太轻易中，但我不太好意思。你怎么会有如此的幻想呢？跟你讲，我出来，你玩一局啊，敢不敢啊？中了我养啊！真的假的？变脸变得很快哦。来啊！就跟你讲吧。我不信。你以为乌龟这么好养？不信。不信了吗？怎样？不要。怎样？你要不要啦？你不爽，你要自己上诉哦。对啦。我靠，这个老板又换了三盘。好了啦。啊！哦，还好，跳在中间。好了啦。你中一个好。哎呦，跳在中间，吓死我了。行不行啊，老板？换。耶！我的。我们办公室的新宠物，你要叫什么？哎，你是你捕获他的，你帮他取了。龟龟。龟龟好好哦。好，他就叫龟龟。好。他是里面最漂亮的，他是你的招财龟，你要好好照顾他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因为你刚刚说你要顾他的，所以我才打。好。好，来拿去。我没有想到你会上书。找到很大根虎专属游戏，篮球虎要出手了，是否可以跟瑞丰夜市一样缔造奇迹呢？加油，再来第二个。还有我们快！哎呦！哎呦！没机会了啦！我看你要六颗有点难哦。哇！
谢谢。啊，收气球。啊，还要哦。哇塞，你今天玩起来耶，难得看到可以玩的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完了。他不是要还我一根？还你一根。第一根没中会还。啊，我没中啊。哦，你没中。慢慢来。再来。再来。没了。还有机会。进入一标可以打三颗，不用怕，都会算。屁啦！真的啦，我最高进入三颗。你会射，我觉得你今天 quick 手气不好了。哎哎哎哎哎，要干嘛？要干嘛？下一次。好。我是一个好胜性的人哎。啊！该射，如果第二次也漏，也都还。没事，好嘞。他有中就不还了，你要小气哦。我给你算了嘞。你要小气哦。啊！还有机会，加油。啊！没机会。我觉得不行了，老板，你花太多了。算了。不行啊，老板，太久没有玩了。哎呦，你已经整个那个准头完全都不对了，人家在射气球，你在射板子。哦，到镜头了，来让大哥哥看一下。来到镜头。前面啊，差不多镜头了。哦，我们这样走其实有点距离耶。好累哦，这应该有一两公里吧？好长哦。长的，也蛮长的。我很少逛到夜市可以逛到这么长的哎，而且重点是它超多都很吸引我。我觉得与其去一些比较就是已经发展很好的夜市，我反而比较喜欢这种。而且这边吃的吧，我觉得吃的超多的。对，然后重点是又很好吃，很丰富，然后又很在地的味道。我觉得我今天就只是小小吃一点而已。我们今天来评价一下，你今天今日最爱？今日最爱哦，乌龟啊，不是啊。我觉得串串跟排骨酥都不错。我也觉得哎，我的第一名也是他们两个哎，他们两个我有点难选，因为串串实在是非常不咸。排骨酥的话，它就是本身它卤进去的腌过的味道，我觉得就很够，然后它的 Q 度，然后又不会柴，皮的厚薄度我也蛮喜欢的。